你在那巨门后面都看见了什么？我看到了终极，一切万物的终极。吴邪，你跟过来做什么？其实你不应该卷进来。你三叔已经为你做了不少事情，这里面的水不是你能趟的。 其实我也不想，我的要求很简单，我只是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可是呢？可是偏偏所有人都不肯告诉我，这趟浑水我不趟不可能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？ 他们不想让你知道真相的原因呢？我没想过，也不知道往什么地方去想。其实，有时候对一个人说谎，是为了保护他。有些真相，也许是他无法承受。能不能承受，那得让他自己来判断。 也许那个人根本就不想让别人来保护呢。也许那个人只是想死个痛快呢。你了解那种什么都不知道的痛苦吗？我了解，而且比你更了解。对于我来说， 我想知道的事情远比你要多，但是我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像你一样抓住去问。我是一个没有过去和未来的人，我做的所有事情就是为了找到与这个世界的联系。我从哪里来？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 你能想象，像我这样的人，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，没有人会发现。就好比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存在过我一样，一点痕迹都不会留下。我有时候照镜子，常常在想，自己是不是真的存在，还是只是一个人的幻影？ 也没你说的那么夸张。你要是哪天消失了，至少我会发现。我自己的事情，也许等我知道答案的那一天，我会告诉你。但是你自己的事情，抓住我，是得不到答案的。 这一切对于我来说，同样是一个谜。我想你的谜已经够多了，不需要再多了。能不能告诉我至少一件事情？你为什么会进到青铜门里面去？我只是在做汪藏海当年做过的事情。你在那巨门后面都看见了什么？ 那道巨门后面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在里面，我看到了终极，一切万物的终极。终极。另外，我是站在你这边的。